Shower set 有分几种，第一种 exposed shower set 就是由 hand shower 和 rain shower 组成，有些还会附加 hand bidet 或者水龙头。建议这种有升降功能的，方便大人小孩使用。第二种 shower banner 是由 hand shower、rain shower、jet spray 组成，容易清理，省水省空间，安装简单。第三种 concealed shower set 就是这种露出一个花洒头的方式。shower bar 被埋在墙壁中是看不到的，加上简约，不容易维修哦。出水方式分为 normal， 即洗澡部分所需的淋浴水流，适合用于简单快捷的淋浴。马上，指水花强劲力，间阶段性倾注，可以刺激身体每个穴道。Waterfall， 水流集中为一条水柱，使皮肤有微暖微痒的感觉，清醒头脑。花洒清洗注意事项。去除水垢时不可用强酸，以免对花洒表面造成附着。不要用钢丝球等硬物擦拭花洒表面，以免将水龙头表面刮花。请勿强行拆解花洒进行维修，不恰当的拆解会对产品外观及内部结构造成损坏。卫浴小技巧，日后没烦恼。我是燕婷，让你了解更多 bathing kitchen 的知识。如果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，可以帮我 like and share 去。我们下期见。